每天一车，每辆老司机。大家好，我是大力。众泰真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车企，它已经让无数人开上了梦寐以求的保时捷，现在又打造出了10万级别的玛莎拉蒂，真的是造福粉丝。而至于它的口碑，那自然也是两极分化。这是一辆众泰版的玛莎拉蒂，有人说这是一款 SUV， 但看侧面线条则会发现这是众泰的首款 MPV。 毕竟今年 MPV 大火，众泰肯定要分一杯羹。谍照中车子虽然被包得跟粽子似的，但还是可以看出六边形的进气格栅跟玛莎拉蒂的前脸几乎一模一样。加上直瀑式的中网镀铬设计，玛莎拉蒂经典前脸的元素都被这把皮尺收入囊中了。根据车身的侧面尺寸，这辆车应该是个7座版本的 MPV。 新车设计还采用了逼格很高的悬浮式车顶，后侧有隐私玻璃，有点豪车的样子。尾部看不出来什么，但根据众泰皮尺的实力，绝对也是豪车样式的。众泰作为一个以价格亲民出众的国民品牌，它的特色就是以最低廉的价格卖出做工最好、最精致的、性价比最高的国产豪车。而众泰一向坚持的就是，我们开不起什么车，它就造什么车。这种伟大的精神还真是难以言说。希望众泰真的能把质量搞上去，质优价美的国产豪车，老百姓都会爱你的。好了，这是今天的车上说事，关注一下轻松买新车。